房子没啊？有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到第二季的第三集。放好看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你刚吃了五根薯条、整份鸡块、8.9瓶可乐，还有6.4罐啤酒。我们现场是三个人，所以综合以上呢，一个人是629块。对了，你上次还欠我64.7块，欠了还108块，请你把钱留下来再走，路上小心哦。跟你男友还好吗？上礼拜已经分手了。我操！必须庆祝，必须庆祝，来干杯！恭喜！哎，你快喝完了，你要不要再点重？好想我，金花已到了。没关系啦，喝个一两瓶，难得出来玩呢。不行不行，等等还要开车送大家回家，太危险了。拜托，大家这么久没有出来玩。不喝很扫兴哎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但是你可以喝这个纯正啤酒酿成，零酒精，一样好喝。对对对，我有翻译是闺蜜啊，超夸张的，我总共收了两个闺蜜跟我拿一样的包包，太扯了，那小红酒你不用下手。怎么样？要不要继续 ？Of course， 这么开心，当然要继续啊！来，看你多会喝，我怎么可能会输？啊！来来来 ，Cheers！ 我跟你说，小姐，请你超级丢脸的哦！我跟你说，小姐，请你保持社交距离。可是我还是要讲，我去点咖啡的时候，我要讲光明天你就知道后悔了。拿了两杯咖啡啦，我真的很丢脸，知道吗？阿仁呢？怎么还不来？每次都放我鸟。